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2020年最热的季节虽没能阻挡疫情的脚步，却燃起了全球被压抑的采购欲望。高温的加持下，众多夏季属性的产品销量暴增，连续几周 Google Shopping 热搜词中涉及夏季这样防晒、解暑、降温的产品均冲入前排，敦煌网夏季属性产品的销量也增幅显著。健康美容、服装配饰、小家电、家居、运动户外等多类慕寒夏季属性产品的销量环比增幅均超 40%。 下面堂堂为大家盘点近期多类慕跨境热销品，大家可以找货发布销售。不一样的夏季，跨境热度不减，我在敦煌网等你。一、服装类慕衣 Freakening 泳装需求风格对标网站 ZaFoShine， 参考价格15美元30美元热销趋势。产品图二 Young 年轻化快时尚，拥有自主设计开发新款能力的卖家，对标参考价格22-38热销趋势。产品图三 Plus Size 大码女装，尺码 L-4XL 满足多年龄层次需求，参考价格32美元84美元热销趋势。产品图二时尚配件类慕衣 Scarf Mandaners 类似款近期热卖，上架到围巾类目、请勿搓放类目、多功能围巾，可做围脖、面罩、头巾、防风防晒，近期趋势较好。产品差异性主要体现在花色和图案上，新增热点元素 I can't breathe， 参考价格3美元6美元热搜趋势。产品图二 Scrub Hats， Scrub Hats研制的帽子、浴帽、印花款、类似款，参考价格3美元5美元热搜趋势。产品图三 Sunglasses Chain Sunglasses Strap 类似款，普卡 Shell Beads 和重量轻的粗链子元素较为流行，既可作为眼镜链，也可以作为项链，多用。时尚可以上传到类目时尚配件 Fashion Accessories 大于其他眼镜及配件 Eyewear and Accessories 大于眼镜链 Eyeglasses Chains， 参考价格5美元10美元热搜趋势。产品图三健康美容类慕衣 Posture Corrector 类似款，参考价格3美元5美元热销趋势。产品图二 LED Mirror 化妆台放置款和便携款，灯光调节、放大功能、收纳功能等，参考价格3美元30美元热销趋势。产品图三 Digital Body Weight Scale 基础款以及智能款，参考价格20美元35美元热销趋势。产品图四 Blackhead Products 去黑头功能产品，不限于描摹和美妆工具，参考价格1美元15美元热销趋势。产品图五Hair Removal Products 类似电动款脱毛产品，参考价格20美元40美元热销趋势。产品图四假睫毛 Eyelashes 招募定制睫毛、嫁接睫毛、套装睫毛，参考价格5美元左右热销趋势。产品图一假睫毛收纳盒 Eyelash Box 各种精致造型和设计睫毛收纳盒，参考价格2美元左右热销趋势。产品图二假睫毛清洁产品 Eyelash Cleaning 假睫毛清洁产品，参考价格3美元7美元热销趋势。产品图四珠宝类慕衣 Friendship Bracelets 彩色编织手链，建议打包销售，参考价格 1.5 美元3美元热搜趋势。产品图二 Chunky Gold Hoop Earrings 金属材质后圈耳环，类似款，参考价格5美元10美元热搜趋势。产品图三 Airboy Cross Earrings 类似款，代表 Airboy 风格的一种饰品，参考价格18美元28美元热搜趋势。产品图五手表类慕衣职业女性腕表 Lady Fashion Women's Watches 质量过硬，有独特设计感，职业 Lady 专属款，欢迎自主品牌厂牌加入，参考价格10-25美元热销趋势。常规款女表商品急需补品，自主品牌推荐，
Center 台测开启产品图。二、休闲女表、时装表 Fashion Women's Bracelets Watches， 质量过硬，有独特设计感，时尚性多于实用性，欢迎自主品牌厂牌加入。参考价格3-10美元，热销趋势手链式手表，组合 sets 休闲穿搭为主，受众人群广。产品图。三、运动腕表 Sports Watches， 质量过硬，有独特设计感，实用且不失时尚，欢迎自主品牌厂牌加入。参考价格3-15美元，热销趋势紧跟运动风潮，兼具时尚性和实用性，应记得果冻色、马卡龙色。产品图。四、功能性运动健身手表 Unisex LED Sport Watch， 质量过硬，有独特设计感，实用且不失时尚，欢迎自主品牌厂牌加入。参考价格3-15美元，热销趋势人人必备，人手一只的功能型手表。产品图。五、复古电子表木质手表 Vintage Watches， 参考价格3-15美元，热销趋势个性的复古风，日本外向带火的木质竹制手表，受众越来越广。产品图。以上热销品卖家在发布销售时请务必注意知识产权相关问题，如欲销售品牌商品，请在获取正规品牌授权后上架，避免因为品牌侵权造成店铺损失。敦煌网开店将为卖家提供多种资源及扶持力度。一、指导店铺及产品优化，帮助卖家完成店铺安产品定位，发掘店铺热销品，提供店铺及产品优化建议。二、流量扶持，站外推广站内流量，享受免费站内资源位，如首页、行业 DCP 页面、大促展示位等。站外推广 EDM、 Google Shopping 联盟等渠道推广资源。 Social 推广，热销品及趣味视频可提供 Facebook、 Instagram 及 YouTube 推广，网红合作。三、平台优质内容不定期分享，敦煌网商互通。